利，荒野之城。哦，恭喜答对，谬在。开始了。好，第一个抢到的哦，可以答题哦，要噪音才能抢哦，注意哦，来了，这边，谁？我的心只等你再开头，翻翻翻，于是入夜，于是入夜，坐在红叶旁，太慢了，老师前面的。谁？哇，这个很难判断。好，大会大会，这边等下，这边再想一次。黑妹，黑妹，好，黑妹先扣一分了。不，没关系。七小瓜恰杯杯，一把七下去了。黑妹，你同意吗？他刚刚有应急你，他应急我算了，我下次跟你拼了。记上一笔了，记上一笔。好，黑妹跟谁一对？我。哦，那你们要扣一分了。好，第一位拿到答题权的是凯蒂，凯蒂，请起立。凯蒂是凯蒂。好，好，哎，老师知道了。跟你讲，哎哎，不不不，你不能讲，只有你，只有同一队的。No n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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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only you。荒野之城。哦，恭喜答对，谬在。他答对又加了一分，对不对？目前的分数我们先跟他播报一下。好，目前凯蒂杨美老师11分的高分了，目前的冠军七小光跟俊美8分紧追在后，最后垫底的是和美跟黑美这5分，继续加油。好，加油！下一道题目出题。我的歌 ，Oh my God，OK。要抢啊！靠速度，靠速度了。1、2、3、4，也有一站去。哦呦。哦，和美扣一分了。来，谁第一个屁股接触到？谁？小瓜。小瓜，大会。我会。夏轩的《爱的主打歌》。一起来演唱《爱的主打歌》。恭喜哦！